就是幸福昌盛的意思，幸福昌盛的意思。哎，因为这个桥呢，从明朝就开始，也是属于我们乌镇的南城门。为什么称之为南城门呀？你看这个呢，是我们乌镇南栅的尽头呀，就是到这儿就到底了。你看边上嘛，就是经常运河，也就是过去来的船只啊，进入我们乌镇来，从这个桥的底下经过。也是在解放以前，桥下面有个栅栏。 白天打开，晚上关上，这么称之为城门的。你要旱地嘛，有城门，我们这个呢是我们乌镇的水城门。我们乌镇呢，在过去呢有四座城门，这个是南城门。你看现在保留下来的呢，西栅的西高桥，称之为西城门。这个呢，通常桥称之为南城门。东城门呢？东栅门。东栅呢，东城门是没有了，还有一个北城门，那边都破坏掉了。你要这么古石桥，在我们乌镇，从什么时候？从明朝到清朝这一带，总共建造了是72座，也就是到了文革以后呢，我们乌镇留下来的真正的这个原始的桥只有24座，但是到了近代，03年，我们专家统计了一下，乌镇总共只有12座，这是其中的一座。等一下呢，那这是最有名的哈。对，这座桥呢很有名的。等一下呢，咱们到那边呢，还有一座官人桥，咱们去走一走，也是过去当官走，老百